它是流浪地球的歌，所以就是真牛掰。哇，人都会，你们居然背的词啊。让死我记弹指天涯我，但你云打不败我的。啊啊啊！你们都背起。哇，太牛掰了！算是开眼了，之前觉得周深那么能唱就算了，没想到他的粉丝也都不是一般人。要知道周深的合唱堪称是内娱最顶级水平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厉害的合唱，话筒一地，清一色的女生，严重怀疑现场的粉丝都是五音俱全。你见过谁家大合唱还带转音的？简直不要太惊艳。灯火里的中国都敢让粉丝接唱，要知道这首歌可是出了名的高音，结果周深还专门在高处让粉丝唱，最神奇的是大家竟然接住了。咱就说周深的粉丝都是什么水平神仙啊。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更离谱的竟然是达拉崩巴也能合唱，周深现场抽查粉丝，主要是声敏还真的被他训练出来了，真是啥都能接得住呢。的合唱也依旧十分震撼，虽然是 live 音乐节，但是周深的声音完全跟 CD 没有区别，要不是中途把话筒递给粉丝，真的不敢相信这么毫无瑕疵的音质音色是现场真唱，而台下的接唱也都是绕得很好听的。
粉丝一起合唱的这首《我只在乎你》也是诚意十足，跟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简直不要太好磕。最是歌手和粉丝互动的好机会，很多歌手都会洒水助兴，更有胆子大的会直接给粉丝递麦。周深就是胆子大的代表，大家应该多少听过周深的歌，只要听到就应该知道有多难唱了吧。他的音域可能有下限，但绝对没有上限，听他的歌感觉一个高音都能直接断气晕过去了，真的太为难人了。可周深好像没有这种意识，可能在他眼里对粉丝也有滤镜吧，觉得他的粉丝都跟他一样厉害。他独唱是空灵的声音，加上粉丝一起，声音变得更有力量，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好听。原来周深的粉丝真的这么厉害，这种程度的粉随正主真的是别的明星粉丝模仿不了的。除了高音他敢这么递粉丝，连美声他竟然也敢递。网友评论说，做周深的粉丝门槛也太高了，竟然还要学转音和美声，现在真是没点技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追星了。粉丝的专业性这么强，让圈外的人不仅开始喜欢周深，还喜欢上了周深的粉丝。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努力且优秀的偶像，粉丝才会跟着他一起努力，连唱歌这件事都克服了。最后，你觉得乐坛哪家粉丝大合唱最厉害呢？评论区说来听听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